个灯，那些个灯，灯棍我一时抱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凤仪亭。我也曾渡过琼林烟，我也曾打马御剑前。中国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我挂帅。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依然请来了歌唱家、影视名家、相声名家、节目主持人和草根明星，他们在专业戏曲演员的指导下登台演唱戏曲唱段。在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千万别忘记和我们一起互动，只要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到互动当中呢，就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挂帅人一一出场。
袍群众，千夫不随战无不胜敌，能够力挽狂澜似飞去。真棒，感谢陈桂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杜鹃山当中柯湘的精彩唱段，谢谢您。唱杜鹃山应该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对，这一段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记得1974年的时候，全国各个地方团都到北京来学习杜鹃山。嗯，我那时候也来了。哦，哇，那时候学的啊，所以说在台上是驾轻就熟。谢谢。唱歌剧和唱京剧有很大区别吧？应该说演歌剧我也是借鉴了戏剧，把戏曲的好多表演方式都运用到了歌剧演唱当中。对，这因为我家里边都是唱京剧的。哦，是吧？所以有点从小，耳濡目染。你这算京剧世家呀。对啊，所以就特别喜欢京剧。然后到北京，到总政来了，到那个歌剧团就开始演歌剧。所以在舞台上的大家觉得身段呢什么还挺顺溜的。唱这个英雄人物现代戏，其实跟歌剧就更接近啊。您在歌剧当中演过好多英雄人物吧？对，都有哪些？演过《党的女儿》里边的田玉梅，演过江姐，也演过洪湖赤卫队的韩英。对呀，那个韩英的形象跟柯湘就更接近了。哎，给我们唱一两句洪湖赤卫队的唱段。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好，真好。哎，这个也希望您多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把其他的一些剧种经典的唱段奉献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朋友。好，谢谢程老师。谢谢，感谢。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支持，我们每期节目都有摇一摇的环节，我们请来的书画家为大家送上书画作品，同时还有优秀的企业家为我们大家提供精美的礼品。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法家是修仙台老师。修老师您好。您好，介绍一下自己和您带来的墨宝。我叫修仙台，来自于钓鱼台国宾馆，我是中国书画家协会的理事，中国书画研究院的院士。我今天带来的这份作品就是一个字，笑。我之所以写了这幅作品笑，是古语常说的书画当贼时代，笑是一个人的心底愉快和谐发出来的一种愉悦的表情。祝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笑口常开。谢谢，谢谢修仙台老师的美好祝愿。我们期待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拿起手机摇一摇，获得这份墨宝，获中胡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天然健康胡颜大礼包。接下来呢，我们为书法家修仙台颁发国粹文化传播使者的奖牌。谢谢修仙台老师，谢谢。
我是刘大成。任志鹏。红果果。朱迅。绿泡泡。孙丽英。李玲玉。吴琼。李丹阳。魏金栋。宋宁。王杰石。方清平。胡彩虹。梨园挂帅。梨园挂帅。开心花。开心花。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欢乐送到千万家。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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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帅。昂首迈进。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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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接下来为大家请上的这两位挂帅人啊，一位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武旦刀马的演员张淑瑾，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我们中央电视台农业军事频道的曹震。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就要满宫了，哎呀，娘子，多谢娘子手艺精，一夜织成十匹绫，三年长冬待薄日，从今再不愁起。从今后不愿外做牛马，为我的娘子忙种情根。从今后不为人外去织锦，纺纱织布穿在东郎身。从今后不为人外去推磨，推磨留汗为子身。从今收拾收拾。冬郎，夜深寒冷，这衣裳你快穿上吧。我不冷呐。穿上吧。多谢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席速席。沾沾衣裳，淡淡灰尘。
像云彩风，说话像巧音铃，往日虽看你千万遍，今日看来更爱人。谢谢张收景，谢谢曹震，哇，为我们带来了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故事啊！谢谢。这个张收景平常在京剧舞台上演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形象啊，那都是武旦和刀马旦那种。对，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错，这个是完全是文戏的感觉，然后比较柔美的，然后就是充满了这种爱意的这个感觉的戏呢，我还真是第一次接触，然后觉得挺过瘾的。包括装扮上面哈，对，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呢，觉得挺美的。对，收景最厉害的是耍枪、踢枪，对，我见过，那个比较厉害，武戏都是。谢谢。这一下子一下变成了一个特别柔美的女子哈，啊，是个仙女的形象。是的，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曹震呢，你是经常来，而且是黄梅戏唱了很多了，但基本上都以对唱这样形式。对，这种片段的。不说了吗？每次来都换一个娘子，都是对手戏。但是这种片段的挑战或者尝试也是第一次吧。这一次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段。嗯，一看你们俩还挺默契的。反正就是说，我们下了一番功夫，下了功夫了。尤其是曹震哥，他是，那个唱念可能对他还好，最主要我觉得他就是动作。表演对表演难度大，其实对于主持人来说难度挺大的。平常站着说话没问题，但是真是要演起来，哎，是吧？今天觉得最难的什么动作呀，到位不到位倒无所谓，我最担心的就是念白。我之前是想把念白录下来的。为什么呢？导师不让。那把导师请上来问问好不好？请上来。来，我们有请导师林秘密。来，秘密你好。
刚才两位啊都说了压力特别大，尤其是曹震哈，作为主持人，他居然害怕这个念白，怕万一要是忘了。你觉得呢？我觉得他刚才挺好的哈，而我们都没看出来紧张。曹震哥哥排练的时候特别可爱，因为我曹震哥哥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就是和我一起搭档的啊，就是我第一位娘子，舞台上也是我的导师。我们俩演了一段那个十五的月亮为谁圆，那个很短，就是一个段子。那么这次呢，是真的挺挑战的，这是等于有八分钟的一个戏了啊，一个小折子戏了，就挺难为他的。这个唱的时候呢还好点儿，因为词儿还好记，这念白他老弄混。他第一个呢是让娘子我们收拾收拾，对，第二个是娘子苏洗你也改苏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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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老是说收拾收拾，我说干脆录下来得了，他天天让娘子收拾就是不让他梳洗就是不让他梳洗你说这张淑锦，因为都是隔行如隔山嘛，他是京剧演员，尤其是扮演这样子一个角色，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尝试，你觉得他刚才掌握的把握的怎么样？我觉得淑锦老师演这个还是把握的还是蛮好的，但是呢就是可能京剧在黄梅戏和黄梅戏的区别啊还是唱腔上啊，唱腔上是吧？对，唱腔上可能他们唱我们那调啊觉得特别压，就是刚才我在台下一听啊，觉得我怎么觉得也这么压，就调门有点低是吗？我们京剧的吧就比较高啊，然后位置呢用小嗓比较多，旦角基本上都是小嗓，但是黄梅戏呢我发现是用大嗓，而且调门比较低，然后所以呢就是一下这个位置的掌握呢就是控制不好，通过这次这个机会向咪咪老师学习呢，也以后呢会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就是问题会好一些以后这回他们俩也都挺认真的，而且是多次的一起排练，对，你觉得他配合的怎么样呢？配合的非常不错，而且那个这个淑锦老师吧也是我们俩等于是我跟淑锦老师一起导演的，一起来导曹震哥，就我一个学生俩老师那你多幸福 啊，有这么多高手指导，不表现好都不行啊因为这段我们知道它是两个片段融到一起了对吗？对，这本身在黄梅戏当中这是天仙配中的一折满宫，那么满宫后面呢还有一些傅员外和傅官宝的戏，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分别里边的第一段，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最经典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把它接到了这个满宫的对唱后面啊，所以就是让大家就对这一段会更熟悉一些。对，一下子就特别有画面感，再加上我们的大屏幕一下子转到这种野外的这种特别漂亮特别美的这种景致下，在欣赏这段脍炙人口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个意境太美了。感谢大屏幕感谢林咪咪老师哈，是好，谢谢咪咪，谢谢。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大力支持，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由书画家送出的书画作品，或中胡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天然健康胡研大礼包。写个灯，那写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凤仪亭。我也曾独木去用灵烟，我也曾打马御剑前，有好多京剧的经典唱段可谓是久唱不衰，比如说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每次听的时候感觉难度都非常大，但是这段唱呢脍炙人口，大家非常喜欢。接下来要上场为大家带来做工的两位挂帅人，一位呢是河北梆的名家王红龄，另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杨派老生传人杨少鹏，掌声欢迎二位。Thank you.
两亲，家两朝来的模范遣公子，承恩的佛祖相见，到来身边穿马金头仙冠。有心怎的进去见他女君不会还公子我恳臣临见见我一面即可还松阴弟子路途远一片之心弟子难不还松阴那相国路途远快把家面你也还是才叫把名誓言一顿方言就禀告一我明是愿双膝跪在地平川摩若塔摩佛不回转怎么样啊爸皇上梆子和京剧其实挺近的，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京评梆不分家，但是唱法上完全不一样啊。我看过王红玲老师演唱的河北梆子，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唱腔我都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因为他那个这个跨度特别大，有的时候的真嗓有的时候假嗓，真假嗓之间来回晃悠，难度非常大。今天呢扮上铁镜公主，哎呀，首先说这个扮相太好看了啊，跟那个邵鹏共同合作，合作的珠联璧合，应该说挺难的。邵鹏呢，你以前跟河北梆子名家一起演唱过吗？这是第一次。对，你也是崭新的一次。没错。有什么感受跟我们说说？我真觉得王老师唱的真的很好，听不出是其他剧种的来。是是是，唱京剧就是吧？区别不大，好像是。不敢不敢。对吧？哎，这个听听王老师说，因为王老师跟那个。邵鹏一起合作有什么感受？原来呢我们只是在晚会是吧，有时候我们他唱京剧呀，我唱梆子呀，但是平常交流的也不是很多，通过这次呢我觉着
我真是向京剧、向少鹏啊学习的地方特别多。因为京剧呢，毕竟从那个各方面都要规范，尤其是比我们河北梆子要规范很多。嗯，通过这次，我觉得我要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我希望你们相互学习。是，少鹏下次来唱段梆子。好，是吧？我学习学习，相互交流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请王老师唱两句河北梆子的唱腔，我们听一听，究竟跟这个京剧它的区别在哪儿？比如说大灯殿。京剧和河北梆子呢，的确是有区别的，即便就是学，中间里有个别的字呢，还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这个王红玲老师请了一位导师，这位导师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传人郑霄，掌声欢迎他。赵老师，哎，你好，郑霄。当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说，王老师是我心目中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名家，也是我的偶像，因为我经常在电视上看王老师的这个大灯殿。嗯，我非常非常喜欢王老师这种他的这个声腔运用的这种高亢的感觉。嗯，所以那天我说，能给这个王老师去切磋艺术，其实是我的荣幸。这次呢，我王老师演出这个做工这一折，我觉得王老师在演唱上面真的已经下到了很大的一个功夫了。因为之前我们在探讨这个阿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可能是梆子它不会归韵到那个，比如说关呀、汉呀这样的，它可能不会归到那么到鼻音里。嗯，汉，他会归回去。所以说王老师就一直在练这个音儿，我觉得就是我也很感动。通过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青年京剧演员应该学习的地方。要不管是学什么，要下到这个功夫。我真的非常感动，这一次是我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哎，我也希望你呢多跟王老师学学河北梆子。好啊。咱们洗耳恭听，听一听王红玲老师原汁原味的河北梆子演唱，好不好？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好。Thank you.
我是刘大成。任志鹏。红果果。朱旭。玉泡泡。孙丽英。李玲玉。吴琼。李丹阳。魏金栋。宋宁。王杰石。方清平。胡彩虹。梨园挂帅。梨园挂帅。开心花。开心花。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欢乐送到千万家。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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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帅。昂首迈进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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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凤翼亭。我也曾渡过去幽灵岩，我也曾把马玉剑前。相命，我们办花灯，下官任何乃大宋灯官师爷，奉了包相爷之命，无门以外瞧办花灯，圣上依然驾临午门，这满朝文武俱都到此。列位，列位，列位，休要吵，休要闹，细听我灯官把灯名报一报。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才子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凤翼亭。看了一篇又一篇，往后看又一篇，赵军打马贺北藩，他怀抱着琵琶过了雁门关。看了一套又一套，不好了，不妙了，上天要怒成不孝子孙张继宝，张继宝。感谢感谢感谢我们的挂帅人马德华老师，谢谢谢谢。马老师你好。你好。把髯口摘下来，好，让大伙儿看看您的这庐山真面目啊。哎，平常呢这个大家都熟悉您扮演的猪八戒，嗯，这个其实呢刚才通过您表演的这段灯官看出来了，您在猪八戒当中有好多的动作都是借鉴于这个灯官的。应该说跟小花脸这儿学了不少东西，对吧？
这个京剧讲究生旦净末丑，这个丑行啊是单独的一个行当，而且特别难演。是。常言说呢，千金道白四两唱。对 对, 对。就是说念白有的时候比这个唱还要难。还要练。对。嗯，这段练了有多久？我这段打小就会。打小会是吧？打小会，但是一直就没弄。搁下好多年了。对对对。啊，其实马老师呢，不仅念得好，说得好，而且唱得也好。在我们这儿曾经唱过摇旗，是吧？而且唱过铡美案，花脸的戏唱得非常棒。今天我想您就别唱戏了，唱首歌怎么样？唱首歌，好的。啊，好的。那个，您演《西游记》是多少年前？那是30年前开始拍。哎，30年来。《西游记》的《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伴随着好多的小同学长成了栋梁才。对，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是不是把这首歌给我们大家唱唱？好的好的，有请马老师为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谢谢。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挂帅人来自东方演艺集团，是位优秀的歌唱家，叫张燕。
张燕呢，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连续十几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给大家奉献上精彩的演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她上场。哎呀，已经扮上了，今天张燕呢换了一副面容啊，穿上了行头，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女驸马》的唱段。张燕就是安徽人吧？对，我是安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黄梅戏？黄梅戏那肯定从小就听了，因为这个家在安徽嘛，这个我，而且尤其我父亲他特别喜欢黄梅戏。好。到现在为止，我们家的那个电视频道经常就放在这个戏曲频道上，就等黄梅戏。对，是你忠实的粉丝。哎呦，谢谢。他特别喜欢黄梅戏啊，什么京剧啊，是吧？对，但是我妈妈喜欢豫剧，非常喜欢。这是戏曲之家啊，虽然他是歌唱家，但是呢，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戏。对。小的时候没想让你当个戏曲演员吗？其实我还差一点就是学黄梅。哦。对，但是那会儿年龄太小嘛，年龄太小，而且。我记得那个黄梅剧院到我们那儿招生，然后我妈妈说，后来又舍不得了，因为太小了，要离开家去这个唱念做打呀，什么很多。对，其实最终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嗓音的问题吧，我嗓音怎么说呢？对于黄梅戏来说，它的调对我来说稍微低了一点。像我们现在对，像我们现在的声乐。基本上都是真假声结合，调高一些。我一张口就比黄梅的调要高。是，黄梅戏需要那个声音上有特色，并且稍微宽厚一点哈。对，他会就更多的用这个真声。对。更多的用本嗓去演唱。爸爸妈妈非常喜欢演唱黄梅戏，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虽然当了歌唱家，但是有一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段黄梅戏？我今天是这个完成一下我爸的夙愿吧。对着电视机的镜头，跟你爸爸说句话。啊，行。黄梅戏真的这个，尤其女驸马片段哈，我爸爸是真是百听不厌吧，可以说听了 N 遍 N 遍。现在呢还经常这么，他自己可以大段的，就基本上这大段的篇幅都会唱。当时就应该把你爸爸请来和你对唱，这样可能就更精彩。下次、真是的。下次我来唱京剧。请你爸爸在电视机前当个评委，点评一下自己的女儿。对，我估计其实心里挺没底儿的吧。唱完回家，估计我爸给我一堆的这个评价说教，我等着。不会的，我想更多的肯定是鼓励啊。对对对。好，我们有请张燕为大家演唱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人人夸我攀岩帽，远山帽罩啊。
我是刘大成。任志鹏。红果果。朱旭。玉泡泡。孙丽英。李玲玉。吴琼。李丹阳。魏金豆。仲宁。王杰石。方清平。胡彩虹。梨园挂帅。梨园挂帅。开心花。开心花。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梨园挂帅。开心花。欢乐送到千万家。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欢乐送到千万家。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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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帅。昂首迈进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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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昂首迈进新时代。衷心的感谢每一位挂帅人站在这个舞台上为传承戏曲艺术而做出的贡献，谢谢他们的精彩表演。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朋友们，再见。写个灯，那写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凤仪亭。我靠中原不为把名显。